最近啊，由于受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火爆全网，研究人文地理的左右第一直觉，可可托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会有如此感人的悲情故事。牧羊人和养蜂女将众人的视线引向了不为人熟知的可可托海。经多番查阅啊，左右震惊了，神秘的可可托海更有惊人的身世之谜，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相信在了解过之后啊，对可可托海有更加深一份崇高的敬畏之心。今天我们结合人文与地理科学，深度解读可可托海背后的秘密。我们跟随牧羊人的脚步走进可可托海。可可托海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扶云县北部，隔阿尔泰山脉临近蒙古国，西南是准噶尔盆地，身处阿尔泰山，海拔约1300米。地图上看啊，这里戈壁山地，似乎并没有海。那为什么叫海而没有海呢？可可托海在蒙古里的意思称为蓝色的河湾，这里有发源于阿尔泰山西南坡，我国唯一流向北冰洋额尔齐斯河的源头。众多河流注入额尔齐斯河，它更是阿勒泰人民的母亲河。我们拉近镜头，可以看到可可托海镇一河流山谷而建，蜿蜒曲折。这里耸立的阿尔泰山，蒙古语本就是金山的意思，但恰恰就是这发源于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的源头，有着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更隐藏着一个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秘密，它就是可可托海商号矿脉。几十年前，这里一度被保密代号一矿所代替，甚至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这个名字，几乎与外界隔绝。但这偏僻的小镇几十年前竟聚集了近40000人，它可不是普通的矿脉。作为世界上储量最大的露天稀有金属矿产之一，可可托海商号矿蕴藏着稀有金属，种类众多，埋藏浅，储量大，品质高，分带完美而罕见国内外。世界上已熟知的矿种啊，有140个，商号矿竟占了86种。化学元素周期表上原本没有的7种稀有元素，却都不可思议地汇集在了可可托海商号矿脉。在这里发现了指甲盖大小透明的额尔齐斯石，在元素周期表中居然找不到它的元素，这里更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是真正的聚宝盆。那为什么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呢？60年代与苏联交恶，矿区展开了宝出口大会战，这里开采的稀有矿石为新中国偿还了苏联47%的债务。苏联人靠着这些稀有矿石支撑起了冷战时期最具威慑力的核武装，更发展起了太空航天技术。除了偿还债务，这一时期可可托海商号矿脉也为中国航天事业，为两弹一星成功发射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所使用的铍，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所使用的锂，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使用的铯，第一艘核潜艇联合试验所使用的坦尼，都来自可可托海。在这一项项卓越功勋的背后，正是自然灾害时期靠着两个嬷嬷一碗糊糊的可可托海人，在这极寒之地热火朝天，昼夜不停艰苦奋斗出来的功绩。这里埋葬着一代人的忠贞，无数不舍的心魂，埋葬了700多位建设者的忠骨。叶子以方黄的国防工科委感谢信，为国分忧，更显出可可托海人慷慨奉献、忠诚担当的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可可托海商号矿脉从一座高出地面200多米的山峰，变为一个直径250米、深入地下140多米、有着13层螺旋状运输车道的雄伟坑穴，依然展示着它为共和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左右称其它为具有功勋伟绩的国家宝藏。这里不远处10公里外，又一个奇迹被打破，为有效缓解可可托海矿区的电力短缺的问题。在两河交汇处富蕴大地震断裂带上最大的断线盆地伊雷木湖建设水电站，当地人称这里为孩子口。整个湖呈8字形，湖水清澈湛蓝，但地表啊没有看到明显的水电站设施。建设者们把这座多年来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工业建设、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水电站竟建在了地下136米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苏联的背信弃义意味着这里由祖国的大后方变为了大前线，考虑到国防建设、战争和保密等因素，将水电站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它也是当时我国唯一最大最深的地下水电站，至今鲜为人知，很少有人能目睹它的真容。我们从地图上看啊，从南水坝至6公里，这段额尔齐斯河水被截流，从背面山体高不到4米、宽不到5米的4个导流洞，将水引入到地下。从引水处到洞压井全长2341米，落差76米。他们就是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极寒之地硬是把花岗岩的山体挖空建成了厂房。可可托海水电站从1955年勘探到1975年，4台机组全部投入运行，
2000多位前辈在这里付出了整整20年的青春，50多位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可可托海水电站。截至今天，地下水电站已安全平稳运行了半个世纪，创造了共和国水电史上的奇迹。可可托海身处富裕地震断裂带边缘，这里的地貌仍然记录着1931年8月11日发生的8级大地震。那次的地震影响全球，强烈震感范围直径达2500公里。断裂带南起清河县的阿尔曼特山，北达可可托海盆地，造成了176公里、宽度10米至4公里的断裂带。在这个断裂带上，因地震断裂下陷形成的伊雷木湖、可可苏里湖湿地、卡拉仙格尔地震断裂带、额尔齐斯大峡谷那雄奇美丽的绝世地貌。但也正是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勇敢无畏的人民与大自然抗争的精神和勇气，成就了新中国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如果有幸寻迹可可托海，有责任保护好当地的环境。谢谢观看，我们下部影片见。